超级天后李文突然的离开让大家都难以接受，众星后辈们都纷纷发文哀悼。天后阿妹世勋7日在新加坡开唱，在 Talking 桥段突然清唱了一段李文的歌。接下来这首歌我要唱给一个人听。梅姐跟李文可以算是同时期出道，年纪也差不多。 Coco 曾在台上大方向梅姐发出合作邀请，梅姐也开心回送飞吻，不过这个愿望后来没有实现， Coco 就离开大家了，也成了永远实现不了的遗憾。